由刘德华和台湾第一美女林志玲主演的 3D 电影《天机富春三居图》十号在香港举行首映，两人一身黑礼服亮相，堪称绝配。现场更重演了九年前金马奖上的《爱的抱抱》。首映式上，志玲一身黑色长裙和华仔黑西装造型分外相配，两人先来段《爱的抱抱》，成为两人2004年金马奖上经典一幕。好，谢谢两位。哎，志玲形容和华仔合作有如做梦的感觉。我自己刚开始觉得我好像做梦一般，然后从很久以前，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，我在金马奖以小粉丝的心态要了一个爱的抱抱，爱的抱抱，我记得。这次我们在迪拜塔有了爱的跳跳，爱的跳跳。今次合作让志玲看到华仔的另外一面。我自己觉得以前看到他，我觉得是偶像，后来认识他，你会真的觉得他就像一个精神领袖，就像大家的一个领袖，带领着大家往这种光明的方向走，就会越来越敬佩。我觉得多了更多的尊敬钦佩。志玲在戏中形象百变，尝试了多达24种造型，华仔则坦言被他的素颜迷倒。影片由刘德华、林志玲、张静初、佟大为主演，将于6月13号在香港公映。剧情是围绕着中国的元代传世之作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展开一段夺宝寻宝的故事。新团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。